经换了一个淡妆。好，现在已经搞定了我的妆容，现在我的剩下我的头发而已，可以等下弄弄一下头发就可以搞定了。现在已经换了一点淡妆，然后也弄了一点头发，所以现在呢，等着我的闺蜜带我出去吃东西。OK， 今天吃什么好了，等下跟你们分享啦，大家可以等一下。就是这间啦，地点在 Starbucks 跟丁港。这一间呢是第16层火锅烧烤 buffet， 这个是算人头的。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看一下，看里面是长怎样的。旁边这边有一个地狱通道，这边的价格有分两种，平日day的话呢，它的价格是69.9块，如果是拜六礼拜或者是假期的话是74.9块。这边是没有收 cash 的，只是有 e-wallet 或者是 credit card。 如果每个人的实力机跟加上虎虾米虾生蚝所有的都可以扔点哦。那可以在这里面去 Steam 火费，如果没有问题我带你们上去了。哦， KTV 保险，每个人是有10位或者是以上，每个人只需要加的10令吉就可以进来 KTV 包厢了。哦，等到这里3进 KTV 的了。哦，这里在这里的话小心阶梯，然后有人接待你们的吧。哦，这里呢是厕所，走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里面是长怎样的。这边的环境我觉得很不错，它很宽大，以外呢旁边就是森林了，就是旁边有很多树木啦，所以我觉得蛮凉爽的。我们坐下来的那刻椅子桌子都不会油腻腻，卫生跟洁净或者是服务的我都觉得蛮不错的。进来的那时靠队友解释了一轮，上到来这边也会再解释多一轮，看你们要选什么汤底。这里呢你只需要 scan 而已咯，就可以用手机点餐了，点完餐过后哦，他们就会送过来。我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哦，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吃，然后有什么餐。 scan 了过后就会出现这样子，然后你就按一个打叉点进去那个菜单，点了菜单了过后是不是它就会弹进去里面哦。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normal menu， normal menu 的话里面就有这些东西咯，很简单，只需要按一个加就可以成功订单啦。里面有蛮多的，有肉类、鱼圆、海鲜、馒头、蛋类或者是雪糕，通通都有。点了吃不够的话还可以一直 refuse 到你饱为止。这一区呢是看你们要喝什么水可以自己装。再来旁边这些来说的话就是那个酱料咯，看你们本身要吃什么辣椒酱啊什么酱的话可以自己 DIY， 看你自己要放什么啊加什么都可以。钱弄了什么？我自己自配的酱，你看我这个什么什么酱我也不知道啊，沙巴浪啊，来一个，16层辣椒酱，这一个是荷叶包，荷叶包旁边就可以装水了，现在我们要装水。开餐，开餐。是烧烤必点的独家腌制肉哦，这个来讲的话我们点的是猪肉而已，因为我们比较喜欢吃猪肉，所以没有点到鸡肉。开始烧烤啦，我们呢是蛮粗鲁的，全部是咖喱丢下去罢了，就这样子炒炒炒炒炒，好像炒菜这样子炒罢了。这样好喝吗？你喝哪一个？哇，很滚哦。这个很厉害，是味道了。是番茄的，这个是咖喱。我们等这个美食家来品尝一下，看好不好料。哟，你看他表情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够力了。很好吃耶。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可以额外点那个海鲜套餐，海鲜套餐方面呢是额外加一个10块。
到晚上。吃到别说别说，再来多一个。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这个，什么来着？叫什么？炸馒头 ，yes， 我最爱炸馒头。最后一样我要吃的是这一个荷叶包，对，我疯了，没东西荷叶包。对，好彩虹，刚刚好，有一点那个牛油，不是牛油，牛奶，另外一点。你看我的舌头已经变成黑天了，白天变黑天。现在我吃的这个是 ice cream。吃完了那个 steam 不了过后，配的这个 ice cream 简直太好吃了，还另外一个口味，这是另外一个口味，这是 cheese 的。哇，每个人都好吃耶，好吃好吃，哎，可爱呀，这个超可爱的，我们的 ice cream 就是额外带走了，你们看一下，哎呦。这个画面很不好看嘞，是我最后一样吃的冰淇淋啦。吃完这个冰淇淋，我们就要买单走人喽。所以今天我的这个 vlog 就到这里了啦。下一次还有什么 vlog 再跟你们分享哦。拜拜，记得订阅、按赞以及分享哦。拜拜。Bye bye.